顾问就说，就是有这几首歌啊，就是跟阿令的编曲老师，还有周杰伦的编曲老师都有合作吗？对对对，一个是主打歌，一个是待会要唱的这首迷幻摇滚的歌曲。哦，了解。帮我制作的这首歌。是哦，而且就是之前就是在六月份是不是就有发行首张 EP 的部分？对，我六月份发行了我的首张创作 EP， 然后年底就是十二月的时候会发行我的全创作专辑。哦，是是，就是我刚刚有提到12月份的时候，就是词语会在十二月份，然后发行他的创作专辑，请大家就是多多支持词语咯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我就先祝你们专辑可以大卖，谢谢。好，那时间就是再还给我们的词语，感谢，再次掌声欢迎。谢谢带来这首歌曲，我专辑里面的一首迷幻摇滚的歌曲《你的危险》送给你们，谢谢。我是亚洲大学国际系，闭上眼我还看得见，情节浮现在我眼前，反复在诉说这告别，下泪，我承认我是很后悔，说你会累，我以为当一个人站在这个舞台上，回想起过往，说过要地老天荒，但是到如今剩下残缺的忧伤，我迷失了方向，向左向右向前向后退，明知徘徊前进被局限，困在这无力的包围，现在来点点叫声，尖叫声让我听一下好不好？哇，其实很多人呢，我现在看到。睁开双眼，这房间空荡的有点灰心，快不能呼吸，枕头还残留你的气味，静止的时间，脑袋想着说过的话，被空气在安静，内心在思念，我都听得见，你无声无息闯进我的世界，有从容没有带着烂点流年，不管爱的是非，你已不在我身边，现在一切无所谓，当我一个人站在这个舞台上，回想起过往，说不要地老天荒，但是到如今剩下残局的忧伤，我迷失了方向，向左向右向前向后退，停止徘徊前进。